So we're in the car. 我们今天又要去台北啊，好棒哦！情人节 Valentine's Day， 我们去台北。Nice. Happy Valentine's Day, sweeps. 情人节快乐。We're in the car. We're on the first leg. We're going to the 高铁站 which is the HSR station. 是的，高铁在乌日。In Uru, and we're on our way. That's it. Here we go. We're going to basically do a 15-minute biometric scan in Taipei. 是。So a couple of hours travel, 15 minutes. Couple of hours. Is that also a meeting? 是吗 ？No, just a. 他会问我们事情吗 ？I don't think so. Oh, huh. No, it's just go in, do your scans, like you know your picture, your fingerprints, and then back we come.对啊，但是我们今天要坐高铁，所以没关系。Yeah, yeah. All right. 好。Let's do this. 走。对，所以我们带我们的口罩，对不对？台北的台北的，哥，台北的 coronavirus 武汉肺炎，对，很严重。It is. 所以我们还准备了手套 gloves， a surgeon gloves， 医生戴的。Try not to touch everyone。哎呀，我们要去买水。你看它电池也在这，它的电池在这 ，Gogoro 的在后面。Yeah, the big one.在干嘛？在工作。这是你的工作吗 ？So I have planning schedule, putting the free lessons down on my scheduler. Book. 有很多吗？好多、哦，也是满满的。哦、oh, ，好啊。我们到台北啦。到了吗？快到了。所以我们在哪里？台北。我们做什么？信义区。我们要去找。我们迷路了吗？有一点点。今天我们要来
不知道哪一个 office， 它好像叫做 Unit A， 然后我们要去用给他们我的指印，所以我的手指头要进去一个 machine， 然后 beep， 然后就好了。所以，然后我们会去吃东西吗？我们应该会去吃东西吧，因为今天是情人节，所以我们可能会找一个地方吃情人大餐。嗯，然后我们就必须要回家了，因为 Mason 和 Carrie 在家里等我们。对呀、啊。对呀、啊。他们跟阿妈玩。嗯，他们跟阿妈玩。所以只有两个行程。然后我们就回家了。对，我们迷路了。没有迷路。哦、oh, ，OK。我知道在哪里。我们有地图。有。对，快到了。OK， 好，你来了。找到了这个办公室，然后现在是11点，然后我们约11点半，所以我们有30分钟，然后我们就在附近看一下、晃一下、拍照、录影，然后这就是他们的建筑物，看上面。这附近其实都是商业中心的 business center， 所以都是一些银行啊，然后还有什么上班族大公司的地方，所以就这样吧。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办公室，然后我们刚刚进去就是要准备申请流程，然后结果我们发现我们的律师有一件档案没有寄给我们，所以现在我们是没有办法完成指印的流程过程的，所以现在我们正在试着找律师的信件，看我们有没有 miss 掉任何一个档案。我们两个现在都很 upset， 非常的沮丧，很生气，因为我不想要再来台北一次了。所以现在 Tom 很认真的想要找出那个档案到底在哪里，但是是有一个解决办法的，就是我们需要就是去网络上，然后重新申请一个表格，要填入我的资料，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资讯不确定，然后但是我们要再重新付一次费用，大概是70磅英币，然后台币2000多块，大概是来台北的高铁费，所以我们再考虑看看要不要选择这个方案解决，我们就不用下次还要再来台北。那Good luck， 希望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答案喽。待会聊。任务失败。
只是生活。哇哇哇哇！对了，我们昨天有录广播，然后我们就有在讲说要怎么不担心。嗯。然后有一个就是 just accept， 嗯，就是接受吧，就是接受我们今天的任务失败了，然后我们下一次还要再回来台北，就这样喽。我们现在要去吃情人节大餐，快点跑，快跑！就是我们的午餐。啊！我们在信义商圈的一个购物中心，找到了一间叫做那个烧冻，然后他们卖的就是这种牛肉，然后还有饭，然后还有味噌汤 miso soup 冻饭。冻饭的意思就是把肉放在饭上面，就变成了冻饭。嗯，所以这是我们的情人节大餐，牛肉冻饭，好吃吗？ Very chewy， 很有嚼劲。嗯，好，看一下我的，我也吃一样的。好啦，我们要享受我们两个人的时间咯，情人节快乐。我们要回台中咯，请取出车。我们到台中了。对呀。好棒哦。We're back in 台中。对呀。After a disappointing visit. 没错。But a high how lunch. High how lunch. And a donut. 对，那个 donut 好好吃哦。It's like a $2,000 donut. 对，所以我们下个礼拜还会再回来。对呀。我们还会再去台北一次。对。应该。加油。